我哩看，迄是要创啥？讲袂出。做你学禅学定一只好无内涵。啊，要甲学迄个啥物？讲呼吸，安尼佛教内底讲数息法嘛，一到十，一呼一吸，对无？啊，有人一呼一吸唔知影，吸到一是几呢？中规未顺。啊，你啊呼较顺一，是咪足顺？一呼一吸，一呼算一，一直数到十。但是你学禅的人呢，一定爱了解两个物件，就是啥？调集跟沉默，沉默呢就是分层。即阵你收听代志的时阵，有两种的状态，你一定要了解。你啊咧收代志，收一两分钟吼，吼，佫真清楚。第三分的时吼，收到昨日林嘉宾的代志啊，明仔载要来做甚物代志，迄叫做调集。伊精神哦，真清楚，但伊的清楚唔是咧数息法，伊对白较清楚啦，迄叫做散乱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唔是散乱哦，啊，那咧两分，我较早咧做微脑。在第一次做完了，啊，就两份嘛，《炉香赞》《阿弥陀经》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四十八愿哈，啊，然后背啊，而且闹佛止境，啊，那咧闹佛的时，啊，那咧念的时，拢嘴有咧出声嘛，迄个爱困啦，啊，心嘛有咧写啦，因为有一个声，互你在写嘛，你袂使谈唔到的，谈唔到闹鬼啊，是不是咧？当然我听到，但是你那止境的时来默念啦嘛，默念拢无人听的，对无？真正爱困的，是不是咧？因为呢，无一个工课要你做啦，啊，一个工课啊，无做无人看到啊，啊，无人都学袂收。但是你两部的默念是足恐怖的，是好，但是呢，如果呢，啊，无去认真调查，安尼念到，不是掉入掉级，就是能堕入呢纷争爱困。讲改个点，伊相顺的所在是啥呢？能改点位。爱有一个次第，该呢又有了邪的心，令心不散乱，这是你心一言静，决定同款。但是伊不是定，因为安个行动嘛，对着见过甲人讲话，看着咱内心，迄有了邪的作用，安尼正念不定的，迄就教慢慢安尼训练。啊，你啊坐是定，一定是坐落来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不是安尼爬爬走，乌白讲话吧？哎呀，啊！你后边讲的就无定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一概个定有相随顺，你有定的时，你才能够有心事比较呢，看到我们维系的烦恼，我们维系的想法，这个慧就能够产生出来，就是以空性为所缘的定，这个定。所以呢，以中次道得来攻击，但是中次道又无菩提心吗？又出离心吗？就变出离三界，要搞烦恼断掉，所以呢？一进到阿罗汉果，那道次第一开始的因德，就是要让安的心呢，有这个大心、宽广的心态，菩提心。因为有菩提心所摄，它就有大悲心。因为按大悲，悲就是拔骨嘛，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安的愿是大的。安说片言的一切如母有情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阿罗汉不是啊，伊都应该的啦，不咧应别人的啦。一再学习，随分随地的帮助别人，但死不会来啊！所以佛唔得开去，甲落门，拜托个恁得回小乡大，佮出来咧，是不是啊？《华华经》咧舍利弗就讲，哎，佛啊，还佫是足好啦，我嘛有感觉，但是我老，我感觉安尼就真好啊，是惯性，这个习性。所以头去别学佛，来发大心，就伫讲这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伊这个讲就是讲。安尼袂使，伊也开始讲一个说明上是道有二大段，花大菩提心，第二修菩萨心，六度忘根，就六度跟四色，六度呢心就改低，四色呢念下巴，当慢巴郎，最爱做清楚。修行又分两大段，总说跟别说，总说呢，伊就直接讲六度四色，哦，啊别说呢讲止观。表示讲，这个六度内底有两个物件，禅定跟智慧。以这两个呢，各位特别讲，因为这种有说无呢，就叫做别说止观，止就是禅定，观呢就是圣观，以圣义谛的角度来观诸法有无自性。那个恭敬的物件叫做圣观，合起来叫做止观三力。今天慢慢来讲。在三世道之前，三世道啦哈，
中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之前呢，作为三士道的基础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目的。今来这个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呢，就是讲清净显地性，这不是下士道，这是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进境爱学的基础，要清净显地性。那思维呢，人生难得，一定爱把这个功课做得好。你靠我当背起来下士道，讲到业果的部分，无你哦会听无啦。你甲听来讲哦，这人啊写作无好，我看到就无欢喜。啊，讲到话吼，也未出门啊，我听咧无欢喜，你就开始见过，见过的心就跑出来了。你就袂恭敬一个人啊。啊，你讲要甲贤弟学恶，唔是啊。伊见做的吼，这个贤弟学哦，伊讲的跟我想的拢无同款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伊甲我教迄个工课，我都无爱做，硬要叫我做迄个工课啦。啊，你是不是对伊两讲？哎，你是要来学的，还是讲人爱听你的话？啊，规日讲我就是要来做头家，啊，你来听我的话，安都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进前要亲近一个人，要教一个人做朋友，安尼动机要调整。你用什么动机来？你是用学习的动机来呢，还是做头家的动机？啊，你若要做头家，当面斗就好啊，你当面来啊。啊，无人讲着啥，你无教伊听，甲你的想法无同款的，你就掠讲啊。啊，这种的心态一定较无味听。学习的心无去就对，朋友甲朋友中间嘛是安尼，所以你也听我安尼解说，学佛是毋是无困难？道理唔知影了，最起码俺无法当做甲足好，但是道理也清楚，俺较袂惊偏激啊。袂惊偏激的时候，俺后是免死，无做人嘛做了，有正见个滴，正见呐，正见滴的时候也做了，龙的一个人学佛，龙女嘛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龙女呀，唔是一般的龙。所以过去呢，就这龙王就问谢尊讲：“啊，我今嘛吼，龙子龙尊哈愈来愈济啊呢，较早都少嘛，过到遮轻松的，伊的福气伊嘛较少。爱讲啊，今嘛都有一挂犯戒足济，啊，但是正经佮有正正见有，啊，伊就做了袂好吼，啊，就会犯戒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遮人就愈来愈济，是安尼原因就对了。好。”在上士道之后，又说明发大菩提心是对密作信爱、信仰爱好亦可修密。伊咧讲吼，伊看遮民主，伊讲你也修菩萨道哦，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哦，安尼为小啊到中啊到大啊起来，啊你啊讲佫想要修博士就对啦，即、这个密教通啊佫博士啊，好、哦，即、这个博士呢，你有兴趣呢，你会当去学，因为伊要成佛经。伊有一挂无同款的方便就对啦，会法门。如果呢，你也无兴趣，嘛无要紧。你一向教的，就一步下知道、中知道、上知道，安尼一步一步行，行到这两道的时候呢，你得让圣曼德啊，要听好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，咱讲三大阿僧祇劫，一定定数，一定定就对，一定会成佛。同款啊，会使。有的人。伊根基无够，爱对密宗伊无了解，伊就开始诽谤、啊。有啦，因为有一款人做了唔好，迄是人的代志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唔是佛的也唔对嘛。所以这方面爱清楚，这会当随着个人难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按过来个兴起迄个596页，遮就较平常啊，因为咱头前讲啊足有，遮咧看咧较简单啊。清净显地性是修学一切佛法的基础。咱要学这项代志，是不是要接近人？啊，要做一个葱油饼，啊，是不是要讲拜访葱油饼是安怎讲？对无？啊，要学佛，是不是这条路拢唔捌行过？按爱问个人是安怎行？但是唔要单独对一个人就好，你若对一个人哦，你的自信也无够，你也无对比性，无比较性。会惊唔对，你甲甲迄个人，甲放在做神同款，伊讲啥拢对，啊若讲唔对，你嘛唔知，是不是呢？啊惊唔对的时阵，讲啊你较早较唔去结结门贵个啊，那就讲安尼买物件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呢。伊讲较早较早，我就是讲伊就出家人，啊无伊就学足久啊，啊就听伊就无唔对啊，啊就安讲你啦，安过去的境界唔对，所以因为讲这个咧讲一定是对，甚至在家人出家人。啊，拢是依人，啊是依法。啊，你法未了解，你得要有对对比。这个讲，这个讲，这个讲，安、啊、才来了解。伊讲的有合理无？
对甲唔对，即叫做印证同路。啊无吼，你都唔牵你行，所以人会甲你加一句话：牛嘛牵到北京嘛是牛，也是应该啦，对无？迄就是了。所以，安要恭敬一个人的事，啊唔是无头壳、无节奏就对，啊就一讲啥就信啥。佛嘛安尼讲，伊讲我咧讲法，唔好相信。你先去甲思考，先去了解，啊实行了，你甲相信。但是相信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这是在自然的发展，是不是呢？迄叫做依法不依人，就是恭敬。要亲近善知识，才会当走入这个佛法。这个佛法呢，伊就是爱有人讲，你才会了解。世间呢，爱有人讲道理，咱就才会了解，是不是呢？这容易了解嘛。所以呢，这段呢，爱先讲亲近善知识。亲近善知识，伊讲啥，咱嘛排斥，但是呢？按你了解伊个法是对唔对？按你能够找人，别人问，能够印证，这确实学习的一个上好学生，较袂惊唔对呀。唔教安尼生意义吼，唔教好伊，唔遐讲就对。契入佛法后，就要思维有圆满人生难得，才能策立自己起大精进修学佛法。同款哦，按进入这个学佛的这个阶段，按一定爱思维，第一点爱思维，按这个人生会当学偌久，随时会死的，是不是安尼？那如果安尼学着，安尼修着，安尼是安尼急求果报的心态，就较济啊。安尼较紧急生成果，安尼是毋是掠较紧的？安尼愈掠吼，安就愈明了，是不是安尼？心急嘛，那就一个破病人哦。我早吼就先到大人咧破病，我做紧拢要我身体好，啊开足侪钱啊。啊安怎讲呢？因为这个医生哦，我感觉我食一天两天食无好，我就不爱食安尼，我可要找别人啊。啊，食嘛食袂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我嘛做破病咧找医生，唔对，一定要一段时间了解安尼体质，有下这个业务，啊慢慢啊观察，他过来换医生，同款啊。咱清净真实这个事。按了解佛法，上面写个先生叫做恶，但是按这个人生会当做偌久，唔知啊。按他个对唔对，俺唔知啊。所以呢，按个了解讲，按个时间无久，按个脚踏实地。讲金老话是讲按老实啦，念佛啦，无欺骗家己啦。感官哦，自然生啦，按要往生西方，按家己知啦。唔好讲去做梦来讲我会去啦，做梦是袂成就啦。爱老实检查，按有皈依佛无？安有迄个心是要修个，是不是安尼？信念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安那刚刚讲安尼，这个人生呢，歹得啊，随时拢会死。哎，策略一定有一个策略的作用，互家己呢赶紧用功合法。合法呢，就是咧讲内心要有业果的这个环境，来行于一些事。世间代志呢，以业果这个方向去处理，有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业果去处理呢，就必须讲按先佛的这个业修，是不是呢？要做呢，闻而业果，这才是正确，按要了解。如果按来用按来知识去处理代志，嘛是会知，但是你个加上有闻而业果无，按来有善恶之分，迄阵呢？来行，甲学佛都有关系。后世人咧按做人，佮继续学佛，先休困，啊，等下下个来讲。啊，多谢。